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回到马克时空。经历了10个星期的反攻，乌军近日终于在南部战线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功占领了扎波罗热战略要地罗伯基内、乌罗扎因等城镇。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玛利亚尔8月29号对媒体证实了乌军已夺回罗伯基内，并表示我们的部队正在向该定居点的东南方向移动。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正式回应乌军已夺回罗伯基内的消息，只是在声明中称俄军击退了乌克兰部队在罗伯基内和维尔博韦附近的进攻。另外，8月27号，乌克兰安全局用16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的哈利诺军用机场，其中3架被拦截，13架命中目标，击中了俄军4架苏-30和1架米格-29战斗机。 以及1套 S-300防空导弹的雷达和2套铠甲近程防空系统，俄军损失惨重，他们的防空系统可谓形同虚设。今天我想聊聊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罗伯基内战前的居民数量只有大约500人，这么个小村庄却具备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这里是通向托克马克、梅里托波尔、 别尔江斯克这些重要补给节点的门户阵地，占领这里之后，就可以沿着 T0408公路直接攻击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的铁路运输和物流中心托克马克。8月2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亲自发布乌克兰士兵在罗伯基内升起乌克兰国旗的视频，表明乌军已经全部收复了这里。乌军在7月26号突破了罗伯基内东面的 俄军在奥尔西夫方向第1道防线之后，又经过近1个月的残酷血战，终于收复了罗伯基内。俄军在奥尔西夫方向部署了3道防线，第1道防线的主要阵地就是罗伯基内，还包括维尔博韦、新普罗科皮夫卡这3个地方已经基本被乌军控制了。当然，现在俄军也非常清楚罗伯基内丢失后对整个扎波罗热战场带来的毁灭性风险。 因此，正在集中一切能够利用的部队准备反攻，企图夺回罗伯基内。不过，因为现在乌军的火炮和装甲力量已经超过了俄军离开了地雷阵和战壕工事，再与乌军直接对打的话，取胜的可能性并不大。攻占罗伯基内之后，乌军也继续展开对它南部的小城新普罗科皮夫卡与东北部小城新波克罗夫卡的进攻。 新普罗科皮夫卡在 T0408公路上，沿着公路持续南下，就可进入托克马克。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乌军的第82空中突击旅已在新普罗科皮夫卡取得进展，并控制了这个地区的一部分俄军防线。俄军第42摩步旅在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发起冲锋，试图夺回阵地，但遭到了乌军炮兵的猛烈打击。在集束炮弹的覆盖下，俄军很快就被击退了。 分析人士认为，俄军很可能只是做出姿态以应对上级。他们明白，在乌军集束炮弹的轰击下，拼死冲击有战壕等工事做依托的乌军阵地会有什么后果。尤其是防守阵地的乌军还拥有大量的重武器。目前外界还无法证实南线战场的实际情况，很多消息确实显示，在乌军将更多精锐部队投入这一方向之后，俄军的压力很大，不得不从克雷明纳等地区抽调部队前来增援。 尽管克雷明纳地区的战事也很激烈，不过也有人认为乌军是否能够顺利打到托克马克和梅利托波尔，暂时还很难说，因为俄军在南线经营已久，苏罗维金防线的第1道防线就让乌军吃够了苦头，成功阻止了乌军超过2个月。后面2道防线究竟情况如何，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跟第1道防线一样那么难打呢，还是只有第1道防线是硬壳，后面都是柔软的嫩肉呢？ 俄军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南线，我们还不清楚。如果挡不住乌军的进攻，俄军南部战线就会被拦腰截断。即使乌军在今年达不到亚速海沿岸，也会给南线的俄军造成重大破坏。乌克兰部队之所以能在扎波罗热获得突破，这与北约的不断施压有关。 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高层一直不理解乌军在巴赫穆特与俄军死磕的行为，他们不断催促乌军要集中兵力在南部取得突破。8月中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在波兰边境附近会晤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美国陆军上将克里斯多夫·卡沃利和英军的总参谋长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他们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军队重建军事战略。将军们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战略上的变化，他们督促乌军要把注意集中到扎波罗热前线。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冬季作战以及长期战争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2024年。此后，乌军加强了在扎波罗热的攻势，将2支精锐部队提前部署到了扎波罗热。第82空降突击旅在罗伯基内，第46空降突击旅则在维尔博韦。这2支部队是乌克兰总参谋部保留的最后一批主要部队了。 乌克兰原本希望在前线部队打开缺口之后，再投入这些精锐部队，迅速向前推进，能够到达托克马克，甚至是梅利托波尔附近。不过，因为苏洛维金防线让乌军吃尽了苦头，于是不得不把精锐部队提前投入战场了。乌克兰部队在罗伯基内投入了第47机械化步兵旅、第73特种兵战斗团、第82空降突击旅、第46空降突击旅等11个旅。 而俄军则投入了第100侦察旅、近卫第22特种兵旅等9个旅，双方反复交战70天，最终乌军成功占领了罗伯基内。第82旅装备精良，他们装备了英国的挑战者2坦克、美国的斯派克步兵战车和德国的黄鼠狼步兵战车。第82旅是今年3月组建的，由一些经验丰富的退伍人员和新兵混合组成，但缺乏实战经验。 第82旅最主要的重型武器就是英国提供的挑战者2坦克了。挑战者2的动力稍显不足，但它的装甲和火炮则有优势。挑战者2使用的是乔巴姆复合装甲，是一种有着多重结构的复合装甲，由合金钢装甲和陶瓷装甲组成，对破甲弹的防御能力是原来的均质钢装甲的3倍。挑战者2坦克使用的是 L30A1 型55倍径的120毫米线膛炮。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主战坦克都使用滑膛炮，只有挑战者2使用线膛炮。线膛炮炮弹的初速相对低一些，但是精度要高一些。为了弥补炮弹初速的不足，挑战者2使用了贫铀穿甲弹。斯派克步兵战车是21世纪美国开发的8轮装甲车，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有一定防护性的基础上，强调较强的机动性。斯派克步兵战车载人11人，包括2名车组成员和9名步兵。 因为是轮式装甲车，斯派克的最高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就算是越野也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不过，斯派克还有致命的缺点就是轻，基础型号只有16吨，防护能力也就很差了。德国提供的黄鼠狼战车是一种重型履带装甲车，于1960年代开发。黄鼠狼战车的主要武器是20毫米机关炮，还有 7.6毫米同轴机枪。为了对抗主战坦克，黄鼠狼还加装了米兰反坦克导弹。 这次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是黄鼠狼 A3 型号，总重 38.6吨，3名车组成员加上7名步兵，最高时速大约65公里。黄鼠狼 A3 改进了车辆的火控系统和通信设备，另外也增加了装甲防护，分别在车身前、车身两侧和炮塔加上了附加装甲，能够抵挡俄国 BMP-2 步兵战车30毫米机关炮的攻击。在经历了痛苦的10周之后。 乌军已经逐渐走出俄军在扎波罗热布设的地雷海洋，至少在俄军主要方向沿线的一部分雷区，乌军已经控制了多条关键的道路，很可能会加快进攻速度。俄罗斯消息来源也证实了这一点。著名的军事博主 Ryber 称，乌军已在扎波罗热地区部署了新的预备队，乌军第18机械化旅和第15卡拉达格旅。这很可能意味着乌军会将这些精锐部队投入战斗，进一步突破防线。 而俄军其后的防线和部队是否能挡住这些生力军的进攻很难说。乌军向扎波罗热地区投入了更多的部队和资源，改变了战略目标。这种做法被认为相当务实，但对俄军来说，就是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压力变得更大了。第58集团军还有2个团的预备队，却不敢轻易地将其投入战斗，只能从其他战线抽调部队或派出由动员兵组成的部队。 这样又会进一步削弱俄军在其他战线的防御。乌克兰安全局袭击了位于库尔斯克的俄罗斯空天军基地，16架自杀式无人机对4架苏-30和1架Mi-29发起了攻击。此外，守卫机场的S-300防空系统雷达和2部铠甲近程防空系统也被击中了。这次袭击可以说战果辉煌，而且同时有这么多无人机发起攻击，也创下了乌军的记录。与俄罗斯空天军关系密切的著名博主 Fighter Bamber 称，乌军对库尔斯克机场的袭击中使用了澳大利亚提供的纸板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由蜡制板和橡皮筋制作，难以被雷达发现，最大航程120公里，可以携带至少3公斤的战斗部。不过，他们的航程还无法从乌克兰飞到那里，因为库尔斯克距离俄乌边境有500多公里。很显然，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组装并起飞的。2022年12月，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曾经袭击过库尔斯克市的一座军民两用机场，导致机场附近的一个储油罐起火。俄罗斯国土辽阔，防空网络根本无法全面覆盖。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索波列夫中将就承认，虽然俄罗斯军队拥有强大的防空系统，但俄罗斯国土过于广袤，防空网到处都是漏洞，尤其是缺乏可以发现低空目标的雷达系统，根本不可能发现并拦截每一架自杀式无人机。从乌克兰不断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军事目标来看，感觉即使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周边，俄军的防空系统好像也是漏洞百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事件看起来是乌克兰安全局策划发起的，而不是布达诺夫少将领导的军情总局。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的乌克兰军情总局稍早袭击了诺夫格罗德和卡卢加的俄军轰炸机基地，俄国也证实了这些袭击。库尔斯克州州长证实，乌克兰人试图用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不过他表示只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高层建筑。对此，俄罗斯人用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来描述这次经历。俄罗斯人也吐槽俄国国防部的作弊行为，因为他们至少听到了13起爆炸声，因此只有一架无人机是个谎言。现在乌克兰虽然有一些航程较远的无人机，或者是秘密送入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组装，然后起飞攻击，但这些无人机的战斗部都不大，起不到战略攻击的作用，但可以打击俄国人的士气。未来乌克兰也许能够获得更强有力的攻击手段。在战争刚爆发时，没有人想过乌克兰军队会袭击俄罗斯纵深地区，因为乌克兰军队拥有的原点 U 弹道导弹射程偏近，而且容易被拦截。乌克兰空军的战机侵入俄罗斯领空几乎等同于自杀，几乎所有人都只能看着俄军肆无忌惮地用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空袭乌克兰。但现在，不仅莫斯科和克里米亚频繁拉起空袭警报，连空军基地都不安全了。俄国人对本国的防空能力恐怕要彻底失望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咱们下期再见。